接通电源，打开空气开关，向右旋转急停按钮，温度设置，夹面时间设置，夹面压力选择，封面选择，自动全自动选择，活动开关，起泡开关，放上封面，将定位设定好，上路书本夹紧，按下启动按钮，将书本右移，校正完成。